有点乱了。我们的钢伴已经困了，我们的钢伴。啊，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选一首这么难的歌？我们还有几个词儿也没有人写上去啊。就目前这三个用了，对吧？对。后面还有好多啊，是主歌还没填呢。怎么会有这么平铺直叙的歌词？第一批词库。哦。有请裁判。 深深，帮我们开一下那个纸板。大家在享用美食的同时，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第一批词库。哦，有请裁判。深深，帮我们开一下那个纸板。 吓我一跳！真有假发片？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我没有假发片。胖头鱼、外卖、假发片、猪八戒、千岛湖、音乐节、鲱鱼罐头、发际线、鱼唇、嗓子眼。千岛湖的猪八戒在吃着鱼唇。 李晨的假发片卡在嗓子眼，卡在嗓子眼。哇，这句我们要了！婚姻，这句我们要了。假发片卡嗓子，卡在嗓子眼。假发片都能卡在嗓子眼，我酸溜啊！今天每轮给到大家的词库中，既有体现淳安人民依靠千岛湖高质量发展的感题词。 也有让改编难度增加的干扰词语，所以大家的选词顺序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会在这里进行一项任务，任务成功的队伍可以从这10个词里面给自己这队挑选4个，并给对方挑选一个词，而失败的队伍只能在剩下的词里挑选3个。明白。我们要进行的任务是抓气球挑战。 每队派出2名成员，在气球落地之前把它抓住，抓到更多气球的队伍获胜。你们两队各有4次抓气球的机会。哦，好的，来吧，明白了。那就从绿队先派出2位。来，我跟龙飞先来。好。我这样吧，啊，他往上放吧，我就我也不扔，我就让他缓一点。他应该飞不远。飞不远，就。 就这附近嘛，嗯，好吧，来，来吧，来，好，请准备，就完了，不想开始啊，就开始，抓，失败，可能抓得住吧。 来，下一组，来，好，下一组，我来一个，我来放，你准备好啊？那你俩抓离近点，离近点，离近点，<笑>打脸，来怎么往我脸上飞啊？我以为你要拿嘴接呢，我来，会不会这样放会容易一点？对对对。 你就这样对着我，然后他会往你脸上走啊？会往我脸上走？怎么可能？哇，这么远！还有你吗？不能放这么远。你以为掌控了他的飞行轨迹，以为 get 到了精髓？导演，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抓不到，让我们四个人试一下好不好？行啊，我们试一下嘛。好，四个人都抓不到的话，那就是你的游戏有问题。 准备1、2，那是游戏的问题。嘿，游戏的问题。嘿，落地了，失败。这叫一整个手忙脚乱。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吗，导演？是你们的问题。接下来，请蓝队。
我这好难啊，这好难、啊、我们试一下吧，我们也不没戏。走，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游戏，抓气球。对，真的。走吧走吧，别琢磨了，换一只手。走吧走吧，别琢磨了，换一只手。啊，他这个对，他往上扔，还是往上飞？哪也往上了，刚刚。但气球不听话呀，他就非要往下呀。你们俩试试吧，反正已经有一个了。怎么放啊？你往天上放。往上。还是往上扔？哎呀！哎呀！哇呀！但你中途好吵，你真的是我。你是街道，但中途。我在这里没有比鱼更丑的了，来吧。是我们的问题吗？是我们的问题。因为蓝队在刚刚的挑战中胜出，所以蓝队可以为自己队挑四个词，然后将一个词给到绿队。我们的歌不能没有假发片。假发片那肯定要跟发际线一起啊。嗓子眼儿。嗓子眼眼、啊、哎眼可以。对吧，还有一个猪八戒可以。行吗？可以可以。啊，鲱鱼果冻给他们。鲱鱼果冻给你们。好，就这样。我们来哪个？老虎胖头鱼。再来一个音乐节吧。哎，你现在一看歌词你就能看出哪个队的品味了吧。这么多词儿，现在两队就选定了你们的第一波词，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大家还会赢得更多的词，到时候要编进自己的歌里。冲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淳安也不忘打造新时代的文化高地，让每一个乡村学生获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人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共同富裕。好漂亮的学校啊！我的学校好像听起来乐高，太美了，这学校太美了，像梦幻般的学校，真的，真的像家一样，不会有那种师生之间的那种合作，害怕。今天晚上最终的任务就是为富文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歌曲表演。不行不行不行。